research， 觉得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条件？作为一个 icon search， 我也说了，今天下午做那个新闻发布会时候，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一个演员的标准。其实我是想讲给所有人听，你们要把自己的点点滴滴能发挥的能量，尽量发挥出来。Rise 的董事顾海欣女士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还有呢，我们的拿司仪范立成太平绅士，欢迎。最后呢，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本地艺人李鹏。